好发球吧，能够发出一些威胁。其次就是正手还是要能够有一些空间，有的时候没空间，你有速度有落点其实也是一样的，不需要每个人全去这种发大力去冲。发完球以后，人首先重心上能够调整是一个用正手进攻这种一个角度吧，能够预判对手的这种来球，然后再去进攻。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学习马龙的发球抢攻，马龙的第二轮抢攻力量很大，旋转很强，原因就在于他第二次启动用侧身步法的时候，他的重心很低，这就保证了他这板正手的弧圈能够力量大，旋转强。阿伦斯的话，一个是拉可能相对引手相对要大一点，然后会低一点，可能斯的话要是速度要更快一点，然后手会高一点，下旋会有一个向上向前的力量，上旋可能直接就是往前撕就可以了。一方面多练，然后再加上那个对球的预判，有的球长短啊轻重都不一样，所以脚底下还要能够调节好，虽然都是定点，但这种脚底下对每一个球的节奏还要不一样的。第一板拉的时候，板型打得比较开，摩擦得比较充分。第二板速度明显快于，节奏明显快于第一板。在赢球发力的时候，板型适当前倾，借力中发力，它的发力的用力方向和手腕手指的用力的集中做得非常充分。拉第一板球的时候，身体重心比较低。